喂。哎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啊？你为什么没有穿衣服？叫什么名字？什么身份证照？啊？身份证照知不知道？那你在干嘛？这交给我们就好了。啊？你在干嘛？谢谢。啊？那你为什么没穿衣服？不想穿？你叫你身份证的号码是一。你先跟我上车，来上去，坐好啊。